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戴高峥，在《千金丫环》中饰演方天翼，你们的二爷。若是不想错过我，就给我乖乖听话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， 和我一起追剧吧。Thank you.
报告夫人，查过了，没有问题，都是最新的那批货。罗先生数数吧。少夫人，这数量好像不对吧？上次要货的时候，你的人无端端的打死了我的两个兄弟，我总得跟人家的家眷交代一下。扣下的两根金条，那是人命钱。这好像不太符合规矩吧？你的人先杀了我的人，在我这儿就是这个规矩。罗先生要是不接受，这买卖就算了。你敢耍我？整个江城到处都是想杀我的人，罗先生可以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早就听闻江城女督军不好惹，当年亲自带兵剿灭荣城吴大帅整支军队，比起当年方督军，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罗先生过誉了，我夫君的能力自然是在我之上，不过他心善，我的脾气可就没有那么好了。好，少夫人果然女中豪杰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来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笑谈一片，恩怨纠缠，也尽管紧握。